用你认真刮，刮刮刮。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！今天我们的计划是，我们去买刮刮乐，然后呢，一人挑选一张，看谁中了最大奖。那那边就有彩券房了，人还蛮多的。Let's go！现在已经挑好了，这一张是我的，这一张是帕鲁的，因为它二月十四号，所以我用十四这个尾数当成他的，这是帕鲁的，这个是他爸爸的，到底这三张谁哪一张会中大奖呢？现在爸爸正在刮。爸爸在摇头了。100错了。中100吗？才100。其实我从以前玩这个，我的偏财运就很低。重点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玩。中300。我中了300块钱，这样我还是赔200。派诺，你要自己刮吗？你要自己刮吗？派鲁加油！派鲁刮，派鲁加油！哎，小派鲁刮，啥意思？快点吗？派鲁，你认真刮。大陆，你认真刮，你不可以看外面。大陆，你认真刮，刮刮刮刮，好，刮刮刮。帕鲁的只有中100，跟他爸爸一样，所以我们三张加起来500，所以我们倒赔1000。嗯。结果我的是中500，帕鲁跟爸爸的都是中100，结果我还是最 lucky 的，我没有赔。